请师傅再看一个72年属鼠的女的，看身体。72年属老鼠。对，身上还有没有灵性？72年属老鼠。对，师傅。72年属老鼠是吧？是的，师傅。72年属老鼠女的，请看一下她的身体，还有身上有没有灵性。她颈椎很不好。嗯。哦，颈椎很不好。肩膀有一个肩膀酸痛。嗯。还有啊，还有就是经常感觉到浑身酸痛，而且经常压力太大，感觉到感觉到这个就是有点像忧郁症的前期，不想跟人家讲话，不想跟人家接触啊。明白了，当心点。好的好的。那师傅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啊？就在颈椎上有一个，不大。颈椎上啊、不大。好的。嗯，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，师傅？48张吧，49张吧。48张。49。好的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请师傅最后看一个师兄亡人。你叫他多喝水呀、啊。啊，多喝水哈。好的。他的脊柱有点歪呀、啊。所以你去看他的站不大直的。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感恩师傅慈悲。